在这一边呢，它是那个人造卫星，然后它有 quantum communication perform，然后它的这一个它的 pulse 呢，你看你不懂它这个是什么东西的时候，你看它单位 watt 的话，它就是 power 了，所以它的 power 是60×10^3 mini 嘛 watt，然后它的 wavelength lambda 这个是它的 lambda，所以 lambda 是800×10^9 meter，然后他要你找他的 momentum，OK，、okay? 这一刻我们一想到 momentum 的时候，我就想到那个 de Broglie，然后他这边就有 h，没有，他就有那个lambda 等于 h per momentum，然后 momentum 等于 h over lambda，就是你把这个乘上去，这个除下来，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你就这一边，h 6.63×10^38，这个是800×10^9。OK，然后你的计算机按一下，你就可以拿到它答案了。在这边我就6.631×34，然后这一个是801减9，OK，我拿到的是8.29，OK。好，我们在这边我们就有一个8.29×10^28。好，来，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B 他问他的 energy 是多少的时候。OK，我们要这一边它的 energy 的时候呢，我们的这个 energy 的话呢，我有120 mv². OK，然后energy 的话呢，它就有 hc per lambda。OK，hc per lambda 不是 mv², 它是 hc per lambda。OK。所以我们在讲到 energy 的时候，这一课一开始的时候，我的 E 等于 hf，然后 E 等于 hc per lambda，OK，、okay? 刚刚的这一个呢，它是 lambda 等于 h per p，然后还有 lambda 等于 h per mv，lambda 等于 h per square root 2 me，然后我们还有这个 p，我们知道我的 power 是等于 me，OK。Okay? 然后它就变成 nhash 这样的东西啦，所、so, 以在这边我有 lambda 嘛，所以我就 hc 的 lambda，OK，hc 的 lambda，h 是那个6.63×10^34，c 是3×10^8，然后 lambda 这个800×10^9放进去，我就可以找到我的 E 了，所以在这边我直接放进去而已，在这边我这个是6.631×34，然后这个是318，然后这个是800。1减9，然后我们拿到的是2.49，对，OK，好，这一个就是我的答案了。然后接着他在这一边，他问他的 number of proton，这边他要找他 m 是多少，所以我的 p 等于 m e 哦，我用 p 等于 m e 啊，OK，可是事实上呢，他在这一边他是没有 p 等于 m e 这个关系，但是事实上 p 等于 m e 是有的，然后只是他不明显罢了，他在那个 formula 那一边他是写什么？p 等于 nhc per lambda 嘛，那这边直接乘 n 不了吗？这个其实是n，然后 hc per lambda 嘛，这个其实是 me 啊，对呀、啊。OK，我直接用 p 等于 me 就可以了啦。OK，然后可是它在这一边它是nhc per lambda 啦，OK，它就没有用上面的连着下。OK，我们不要用上面的连着下的话，我要找 n 嘛，我把这个乘上去，然后我的 hc，所以我就有 p lambda 等于 nhc，我的 n 会是等于 p lambda 除以 hc，所以 p lambda 的时候呢，我的 p 是多少？我的 p 是60×10^3 lambda 呢是那个lambda 刚刚的这边是 lambda 是800 nanometer 嘛，对吗？八百，所以800×10^9，OK。诶，它其实这一边它这一个是 me 耶，它直接用 p 等于 me 耶，这一个它直接用 e 哦，上面的这一个它直接带入进去了，OK，h 6.63×10^34，然后 c 是3×10^8，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这一个就有这样的东西，61×3×800。1减9，然后这一个是6.631×34，然后乘318，你看2.41，
橙色土包检测器，黑色深橙色土包检测器。OK，我的答案也是一样。OK，这一个是2.413。OK，2.41橙色土包检测色土包检测器。OK，然后second 简易这样。OK，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它其实是刚刚的这一个它是用 P 等于 ME，它其实在这一边它是用 P 等于 ME，所以我的那个 N 会是等于 P 波 E，E 刚刚是在这边，所以它就直接这个60乘十突破减三除这个它拿到了。OK 好，然后接着呢，它说 What is the total momentum transfer？OK，它的 total momentum 呢 P 是等于 M 乘 V 嘛，对呀。OK，MV，OK，没有，它在这边不是 MV，它这一边是 momentum of 一个，然后它再乘它的那一个 P 等于 MV，然后在这一边它的 total momentum 呢，total momentum，OK，会是等于 N 再乘以一个的 momentum，OK，我们刚刚有算到一个的 momentum，在这边我们算的是 momentum。然后这个我们算的是 energy，然后这边我算到的是 m，所以其实它是一环切一环的，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的 p 跟 m 是这两个乘上来，就是说我跟它刚刚的上面的这个 p 8.29乘十土豪减28，然后再乘上这一个 n 2.41乘十土豪17，你看8.29，对，所以我计算机直接这样按就可以了，8.29。一减28，然后乘2.41，一十七，OK，我拿到的是1.99，经纬2.0乘十突破减十，所以拿到的是这个答案，OK，好，就是这样。